在另一队这边呢，是由李汉生、白萨、吕冠廷、金恩以及英吉来担任到先发位置。今天呢，英吉的首度出赛。然后呢，在台北战神这边呢，则是曹勋章、黄聪汉、陈文宏、克里斯杰弗森以及恩多来担任到先发位置。球先拨出来之后，最后的一个争抢回出来，由台新战神来掌握到第一波的进攻球权。五毛维嘉等一下也会上，甚至还有吕继儿。恩多这个球进算 and one， 把 muscle 给挤了出来啊。其实恩多啊，他打的相对来比较辛苦一点。外围的三分尝试，这球进了。吕冠廷今天来到先发位置，吕冠廷、金恩，但这球再拿出来的时候球掉了。曹云商现在超级成功，给到前面上篮。赫里斯、约比哥，哇！李汉生给了白萨，白萨直接起了，这是个两分的出手进球。毕竟外围的三分球力道太大，曹云商回来了。前面金恩跨步，这个大跨步直接跨过两名的防守者。但这个球又被拨掉了。金恩现在跨两步的上篮，这个球还要到犯规，净算 and one。很死啊！底角的三分尝试有了，陈文宏跳了出来。这个位置是陈文宏最喜欢的位置。纽克想要再一次这个三分球火烫起来了，哇！克里斯空中找人再传球，外围的三分尝试出手，哦！三颗的三分尝试，现在连张根宇。五毛外围的三分球，哦，暂停回来之后啊，一颗空档。想要压进来这个球，哦，这个传球漂亮啊！哇，杰弗森金，丁丁速度切了进来，叫成犯规，还有罚球。哇，李安生、吕继儿。外围四十五度角的三分球 ，bang！ 哦，丁丁，再给到中间，哇！哦，科伦纽特把分球也放进，哇！没有帮后卫做 pick and roll 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肉盾啊！这球压进去，净算 and one。哇，我们之前常说曹勋祥 Michael 曹勋祥他的投篮是虾式吊投，他投篮感觉很像虾子会弹一下，但是其实想要来硬打英吉，这个球有了，要走的那条路画了出来啊。的确啊，那毕竟这是他们第一年参赛，我认为只要继续坚持这个走自己。陈云商压进来，急停的中距离抛投尝试，出手没进，后面由恩多帮忙补进去。陈云商找分球，哇，在篮底下，科伦纽特。左边，哦，再做一个边向的切入，哇哈哈！哇哦！然后前面。吕冠廷的出手没有进球，篮底下的白萨摆进两分。哇，这一球！最后给到金恩，金恩要回出来给到白萨，白萨 wide open 出手 bang！ 哇，那这个时候台北战神要喊出十秒。曹俊湘压进来，身体对抗。哎呦，这一球进吗？哇哦！还有金恩守着，哎呦，给到古毛维嘉的一个抛投有了。
哇，有点太客气了，在战神这边是哦。再回到郭少杰手上的时候，被曹俊祥拨了一下，吕冠廷地板给球在篮底下，哎，这球放进去了，哇哇，这一球战神拿到 ，Michael 速度突破，用左手的放球，结果掉了出来 ，N 多藏到篮板球，在篮底下藏，再摆进去，这球有了，哇，哦，哎，这一次直接给到前面，白萨再给这一球中距离的跳投，李安生投进。曹云翔再一次身体对抗之后，中距离的抛投，这球进了。啊，他马上听懂了，骂了我一句脏话。好，直接拔了起来，哇、哦！英吉的中距离跳投得分，这样是起波的进攻哦，大家都没有办法把球投进了、啊。是陈文宏外围的三分球终于来了，哇，还是需要陈文宏稳定的三分出。另一队的进攻。李汉生绕过去之后，中距离的代步抛投有了。丁丁地板给球，小台这球没出来，用勾射的一个方式，科纽克他有这样子的进攻了。哇！要再抛给谁啊？这个球给到了中间的位置，反倒金恩拿到之后直接单手暴扣。哇！战神队这失误啊，对，科纽克。进去了单打，又是一次的小勾射。丁丁特伦纽克一样的一个位置转身，哇，连拿六分，这连续的好表现的哦，发球 miss， 丁丁卡了一下位置之后下手的上篮，好球啊！这一球我们看又是把这个拍球差一点点掉，李汉生现在五秒钟的进攻。要来拆炸弹了，大号的三分球尝试，哦，哇，球掉了，陈文宏的精彩防守，现在要跟张坑玉做一个连线，轻松的上篮，两分拿下，哇，简伟如啊，在这，这是纽克，这球回出来，陈文宏 catch and shoot， 哦，又是陈文宏，又是在底角，张坑玉 catch and shoot 一样吗？没有。但进攻篮板球，可能纽克再摆进两分，对啊，第三节啊，跳出一个科，古毛代步的抛投，这是他的武器，目前还盯在场上。可能纽克转身之后的出手没进，自己掌握进攻篮板球，再拨还是拨进去了。好，现在古毛要倒地下来，只能说不稀奇。对，我又是科伦纽克，科伦纽克转身的勾射，啊！十二分，单节十二分。金恩直接拔了，哇，这个long two。到了这个时候啊，金恩也不用再客气了。嗯。外围的尝试，吕冠廷，哇哦！在回来之后，不仅但是算是跑得非常的。有耐性，而且跑得很棒、啊。哇，这个时候白萨交给到金恩了、啊，拿下两分。古毛切了进来，选择分球。吕冠廷四十五度角的三分球进、哦。哇，吕冠廷今天的三分，处理位置卡了一下。哇，地板的一个给球，恩多，哎呦、哦，这个脚步漂亮啊！也是非常的到位，非常及时啊，可惜没有投进。Jefferson， 哎呦，哇、哦、！Jefferson， 地板给球，恩多，中距离的跳投进、哦，有防守有进攻。那这个第二节一样啊，每一个人全员参与进攻哦、嗯，真的比较可惜啊。底角的陈文宏，陈、哦、文宏，这是一个打入比赛最后让猎鹰队反攻。哇，这一球要快啊，来不及了。对，十分的一个差距、啊。来不及，古毛再继续一直带了。哇，古毛这个球抛投得手，相当的出色。地板的这一个好球，哦、哎呦！哇，这一球对于台新来说啊，其实这个一手在这么快速的情况之下，在篮下打一个 N one 还是这个不是一个好的现象啊。对，那现在前面的一个二一防守哦。
最后让台星战神这边带过半场。那最后呢，台北台星战神在自家的主场是以96-89来击败了台南台钢丽鹰，收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，在战绩排行上面呢是坐稳到了第四名的一个位置哦。目前是5-12的战绩，那台南台钢丽鹰这边呢则是吞下了近期的8连败。